Inducer 5160为德龙激光2014年的主推设备，成功实现了切割过程中不需要暂停、不暂停影像识别和自动调整、自动对位与识别蓝宝石镜像。同时，这款设备采用单轴切割方式，有效避免两方向上切割不一致带来的外观与电性差异。另外，该设备最高切割速度可以达到800毫米每秒，设备产能实现了30%以上的提升。高性能的设备和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，我们相信 Inducer 5160一定能成为您切割工艺的首选。